朋友们大家好啊，最近大家都在搜索陕西工商学院的李思颖，是学姐，没有订阅的呢，希望大家呀订阅一下。李思颖不是很大，这个声呢不是很大，我们聊一下这个剧情啊。其实呢，就是这个视频呢，昨天就应该就是聊一聊了，但是呢，由于就是一天一天的，这是。所以呢，就昨天呀，因为就是睡着了，所以就没发视频。我们继续说这个李思颖学姐啊，这个评论区是大哥们呢都说这个非常好看，还会就是声音呢非常的好听，感觉呀就是相当 nice， 相当不错，这么个学姐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感谢大家收看。